除夕这天，环保站的回收物比往常多更多，都是年节大扫除回收来的。环保志工手边更加忙碌。环保志工吴水木带着欢喜心做了20年，除夕这一天也不缺席。你得给他当作咧收用啦，明仔载嘛是要来，大家嘛爱来啊！你没有来，你不要开，菩萨就进不来。不管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我们都要度啊。那个是儿子，82。73岁的梁秀美也是全年无休的环保志工，儿子女儿在除夕这天主动陪同来当志工。他们过年就会来，他们放假就会来，没放假要上班，来环保站外栏干干啊，不用花钱，又可以玩，又可以健身。带我们全家一起啊，因为平常时间都没有陪妈妈啊，所以都想说这段时间就会来陪妈妈一起做工作，做环保。太多东西让我们知道洗衣服而已。说没空，然后就选这种过年期间不用上班的时候来。教育站就是一个大家庭，在年节团圆的日子也显得温馨和喜悦。大爱新闻苏娟娟、李道明高雄报道。